Hello，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小伟。那今天是火焰鸟的晚餐约会，我们等一下就去打个机场吧。好，那儿童公园跟福音公园以及惠民公园今天都有开单，我们等一下先从两个道馆比较近的儿童公园跟福音公园这两个先打起来好了。好的，那就先这样吧。火焰鸟的晚餐约会 ，Let's go！ 今天晚上的晚餐约会呢，第一颗蛋也要开了，对，第一颗来打我们的儿童公园吧。好，开蛋。那今天一样是火焰鸟的晚餐约会。对哦，火焰鸟，看今天能不能再打个高 IP 或色尾，想拼色尾，想要多拼一只。嗯，今天这里的蛋居然煮不满人，等下才五个人而已。糟糕，一直复刻这种太多了，三鸟一直复刻，然后现在晚餐约会都没有晚餐约会的感觉。那等一下这一场打完，我们等一下去打一下福星公园那一颗好了。我觉得那一颗可能会比较有人要打。好，倒数了，应该就是14个，应该不会满的。啊，15个，好，15个，可以啦。15个再打应该也是蛮快的。我这次火焰鸟过热有点痛。好，该结束了。OK， 上也是蛮快的。火焰鸟真的比较脆一点，比起其他两只。来吧，1、2、3。没有色尾，看下这只如何？2409。好啦，这只赶快把它找一下。我们先去福星公园那个等吧，不然怕太晚过去就没有人了。Let's go！ 好，福星公园这场最终是刚刚看是7人出发，还好等到。对，好，那7个人应该也是蛮好打的，我们来打这一场吧。好，这场7个人打了久一点，打了1分20秒，然后15颗球，来吧，今天晚上约会第二场，没色尾。还是没有，不是啊，2447，这只高很多哎，这只也是要认真抓。好 ，OK， 那等一下这只我抓完，看一下附近还有没有人愿意丢票再来打吧，那就下一场吧。好，今天晚餐约会第4场 ，Open 奖，又回到逢甲来的 Open 奖，然后满人20人出发，看一下这一场能不能顺利遇到四尾吧。好，今天第4场一样很快，有够快。他们高一点，刚上一场是有天地加成，这场都有没有？好，看到了241，这只不怎么样，速度32秒，14颗球，来吧，今天第4场，有没有？哈，还是一样，惨啊，241，虽然有天地加成，但是这只一样没有很高，那下一场吧。那刚刚在翰林区那边呢，又打了最后一场的晚餐约会，那场是58分开的。那今天的最后一场，来吧，看一下，刚37秒，然后只有14颗球，球数少了一点点，我没关系，来吧，今天第4场，还是没有，啊，可恶，还21而已，气死我了，哎呦，这一次三十鸟复刻，没有半只色尾，好，对，那大家今天晚上的晚餐约会如何啊？这礼拜。我们的火焰鸟就要结束了，对，那没有还没有抓到呢，赶快把握明后2天吧，一直打一些复刻的，打得有点腻。然后对 mega 蛋，我很努力的想要挤出个影片来，但是每次去开的就是以前开过的，今天跑了2场，今天跑了3场。开了1场的水箭龟，2场的喷火龙，天啊！到底要不要给我打 mega？ 我的 mega 大鼻鸟跟 mega 黑鲁加，我都还没有遇到他们，都还没有刚好遇到他们的道馆。然后要刻意要去找，又出的又不是他们。好 ，OK， 今天这只火焰鸟也抓到了。那今天晚餐约会呢？总共打了4场，抓了4只，还不错。可是呢，好像没有比较高的，对不对？212好像也没有很高，211刚才这也很低。那这只火焰鸟尴尬，2447，但它 HP 只有10而已。对，这个我也不会考虑要练，更不用说我们一开始那只2409了。那昨天呢，我们也有皮卡丘的聚焦时刻的活动，如果没看过影片的话呢，可以点一下我们右上角的资讯卡。OK，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火焰鸟晚餐约会呢，差不多这边结束。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就像你的喜欢多喜欢，刚刚都不给我们过影片啊，不要订阅我。那我下次我们再见，拜拜。